伊娃，Jason， 几日不见，你现在可是全网第一红人，一夜爆红，感觉如何？一个字，爽。<笑>来，不过说真的，那些对我来说都只是昙花一现，真正让我开心的，还是我马上就要成为世界天使的设计师了，今后要跟着您学习，还请您多多指教。 我今天叫你过来，并不是要跟你签约。我考虑了一下，我觉得以你现在的条件，并不适合世界天使。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只要我成功举办了时装秀，您就跟我签约。我，伊娃，你先不要急，听我说。 世界天使是个老品牌，它有着自己固化的设计风格和理念，而你的风格是灵动的，是新鲜的，这非常难得。我不想让你的天分扼杀在世界天使里。我知道，拥有自己的品牌是你一直的梦想。 你已经拥有自立门户的实力了，为什么不现在开始呢？您的意思是，让我创立自己的品牌？我可以吗？当然。